早期疗愈和特殊需求儿童透过马匹的辅助教育，可以帮助他们的肢体和心灵有极大的正向改善。在岁末年终之际，第二届迎接挑战融合运动会登场了，有可爱的马匹陪伴孩子们完成各种挑战关卡，也增进孩子们无限的自信和快乐。台湾儿童发展协会马匹辅助教育中心借由马匹的回馈，协助许多早期疗愈还有特殊需求儿童来学习自我情绪察觉、社会互动、面对压力还有建立解决问题能力。在岁末年终之际，特别举办了迎接挑战融合运动会，让孩子们在马背上展现的自信，也找到无比的快乐。马匹可以带给人的呢，不只是身体上的协助哦。因为早期我们知道马术治疗呢，我们可以有身体困境的孩子在马背上可以得到很好的协助。那马匹辅助教育中心除了在马背上之外，大家还可以看到很多马背下的活动。我们透过跟马互动，跟马一起面对挑战，孩子们可以克服他们不管在生活上或学习上的困难。刚刚你们还没有看到的是马背体操哦，我们有两位选手在马背上表演体操动作，还站在马背上呢。然后我们接下来还有的是闯关活动，就是孩子们跟马匹一起去经历各种不同的关卡，透过闯关的方式，孩子也可以面临学习怎么去面对困难、面对挫折，所以待会也会有这一个类型的表演。那接下来呢，也会有骑在马背上的表演，所以有各式各样的演出。如果是身心障碍的孩子，他的手足也都可以参与这样的比赛，所以是一个全家人一起的活动。在专业教练协助之下，小朋友们坐上马背完成各个关卡游戏。看到重度脑麻的儿子也能够骑上马背环绕全场，吴爸爸相当肯定马匹辅助教育的成效。先从他肢体上来讲，他就是他的躯干变得很有力。有一个我们其实有治疗师到宅服务，就说他看过这个背肌脊椎旁边这一群肌肉群最帅的脑麻小朋友，最棒的肌肉群长得很好，所以等他躯干的控制变好了。那因为骑马的话，他这个脚要打开，那对于这样髋关节内缩的孩子，我们觉得也帮忙很大。然后我们在给他拉筋的时候，也给他一个动机，就是说他知道这个痛要忍耐，因为为了骑马，我们跟他讲，你不拉拉开，你会夹伤华华的背，那华华就不让你骑了。那另外一个从情绪上、心理上来讲，就是他每周有一个期待，他总是期待哇，骑华华的时间要到了这样子。所以整体来讲，不管从肢体、从心理，还是从娱乐的角度，我们都觉得这两年多的课程是真的是对吴承恩的这样的一个大脑麻孩子来讲有很大的帮助。运动会内容包括了趣味竞赛、超越障碍、马场马术，还有体验活动。主办单位表示，融合运动会没有特殊生和一般生的框架，而是希望透过合作、相互学习，让彼此成为一个团体，也来挑战迎接跨越身体、心理的困境。记者会简香报道。